从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手中接下派任书，伴随着众人的掌声与欢呼，象征着这一刻开始，他承担起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委的重责大任。虽然刚刚主席特别颁证的派任书，我还在一度的在想，这个派任书接下来真的是压力很沉重。交顺子啊，今嘛你看，笑到像一片火烧共，啊你看特侪安尼一个面乌到像咧三面嘛烧共吼，真正。但是呢，这就是一个责任。虽然压力沉重，但在国民党议员们的陪同之下，柯志恩认真地诉说内心的感动与感谢。而卸任的主委黄昭顺也卸下了这一份重担，由柯志恩接棒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从去年一直到现在，很快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。前几天终于接到这个派任，就是柯志恩的派任，我就觉得我整个肩头上的全部都卸下了。我觉得忽然间我今天走在路上，他们都跟我讲，你的脸忽然啊脸色变得很好。这是中国国民党高雄市党部新卸任主任委员交接布达典礼，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南下高雄亲自主持布达仪式，展现团结气势。今天我们柯志恩担任主任委员，会结合我们所有的地方的民代共同为高雄市民来打拼，也会把地方的心声反映在立法院，同时在市议会里面站在所有市民的角度来监督市政府。柯志恩接下挑战，强调要学会在雨中跳舞。在活动中，礼堂挤了满满的人，一同见证这精彩的时刻，众人齐聚，一起为国民党加油打气。记者苏安军、庄淑婷高雄报道。